53岁周涛演话剧好惊艳，双腿跪地合影不嫌脏，被男搭档搭肩感情好。近日，周涛现身话剧《情书》深圳场的表演现场，饰演女主陆佳佳。周涛当晚的状态也非常好，皮肤白皙，笑容温柔，显然非常享受这次的舞台。从与观众的合影中就能看出周涛平时待人接物的谦逊态度，为了不挡住后面的观众，他直接双膝跪在地上，还歪头微笑冲镜头比心，优雅中透露着一丝俏皮。周涛作为央视主持人获得过诸多荣誉，如今在话剧中也有了出色的表演，家庭也幸福美满。与现任丈夫从1995年就已经相识，直到04年两人才结婚，婚后一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虽然不常出现在社交平台上，但从周涛的状态也不难看出家庭的幸福。周涛用不同的身份陪伴了一辈又一辈的人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提到他，大家就能想到一切美好的词语，怪不得有粉丝不远万里的从东北去深圳看他的话剧，因为他值得。